这一位同学他问的，他说：“心魔在心，如何让佛战胜心魔？”佛常在心，一切从善。如有人待我，如何让其从善弃我？这个问题，我们最近讲的《十善业道经》呢，就是给你解释这个问题。佛跟魔是一，不是二。觉悟了啊，魔就成佛了；迷惑了，佛就变成魔了。所以，一念觉悟就是佛在心，一念迷惑就是魔在心。佛教导我们要常常觉悟。这个话说起来呢很笼统，具体落实，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在说。一念为自己，为自私自利，就是魔。这个心就是魔。念头转过来，为社会，为众生，这个心就是佛。所以怎样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变成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人能够念头转过来了，自自然然呢，他就能够断恶向善。这位同学问的，他说他家里面有白蚁，要不喷药，那就没有办法住了。那喷了又杀生，不知道如何处理。我想这个问题不只是你一个人，许许多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讲经里头也常常谈到，白蚁它也是个动物，它也是有情众生的，要以善行待它。事出世间，圣人都告诉我们，真诚呢，就能够感通。我们跟这些小动物不能沟通，是我们的诚意不够。那什么叫做诚呢？清净心就是诚。古人所讲的一念不生是为尘，我们心里的有杂念就不成，所以沟通就没有法子。如果心地清净真诚，可以沟通，可以请他搬家了。所以自己决定要断恶修善，你才能感动这些小众生。我们在印光大师传记里面看到，印祖居住的这个疗房，他住的房间，早年呢也有蚊虫、有跳蚤，有这些东西干扰啊。他的侍者帮他清除，
老和尚说不必，不用清楚。侍者问他为什么？我自己的德行不够。有他们在，对我是个警惕。老和尚听说70岁以后，他所居住的疗房啊，一个都找不到，搬家了，搬走了。所以这些小动物啊，对于真正修行人、有德行的人、善心的人，他们也起恭敬心，也不会来打搅。那么由此可知，修德了，是化解这些麻烦最好的方法。我们不妨试试看，学学祖师大德。在新加坡，在美国，有一些同修很认真的来试验，告诉我很有效果。纵然不能完全断绝，减少了很多。减少就表示你自己修行功夫有进步了。这一位同学问的，念佛静坐的时候，手如何接应？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但是你喜欢接应也好。这个接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手印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手语佛家讲手印就是手语这一个姿势，彼此大家心心相印代表什么意思大家都晓得是属于手语。那么通常你看看阿弥陀佛的像，你看佛手是怎么摆法叫弥陀印，我们手平放这个拇指对拇指就很好，就只要自己身心安稳静坐的时候，这句佛号能摄心就好。第二个问题说，净土法门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到底还是老和尚讲的经都要听，这个完全在你自己讲经的目的，诸位一定要懂得，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才要讲经。如果对于经宗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有坚定的信心，经念不念、听不听都没有关系，一句佛号就成功了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疑惑，信心愿力不坚固，一定要多听经、多读经所以懂得为什么这么做法，这问题就解决了。第三个问题，他追随老和尚一生修行者是否有什么条件我想这样做应该应怎样去做这个追随不一定在身边呢。我们大家都是追随本师释迦牟尼佛，追随本师阿弥陀佛
只要我们不离开经典，每一天读诵《无量寿经》，就是听世尊阿弥陀对我们讲开示啊。我们用真诚心去听啊，去读诵，用清净心去读诵，你就会开悟啊。我们读诵啊，听讲没有误处，是我们的真诚心不足。世出世间这些圣贤都跟我们说，诚则灵。你看看这个道教画符，佛教里头啊持咒，这个符咒到底灵不灵呢？完全在画符持咒的人心诚不诚。如果他的心诚，这个符咒就灵；他的心不诚呢，就不灵。《了凡四训》里面啊，古人注解里头就注得很清楚啊。他举比喻画符啊，这一道符从这个笔一笔下去，整个符画成功了，其中啊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符就灵。念咒也如此啊，这个咒语自始至终啊不起一个妄念，这咒就灵了啊。一面念咒一面打妄想啊，这咒就不灵。由此可知，咒字越长越难念啊。啊，你像平常这个一般寺院里面早课练楞严咒啊，楞严咒很长啊，这么长咒念下来，当中不起个妄想，非常非常困难。那么念经，经比咒啊更长，所以古人才说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佛这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六个字念下去，当中一个杂念，一个妄想没有，容易啊。啊，就是用真诚心啊，就能够感应。这个啊，这位同学问的，是否能流通佛像啊？包括买卖、出售佛像啊，是不是触佛身学啊？这个的确是需要讲清楚啊。流通佛像啊，买卖佛像可以啊，这是属于流通啊，没有过失。出售佛像不是出佛身学，出佛身学是什么？是把这个佛像破坏啊，而且呢是恶意破坏，这个等于出佛身学。如果无意的，那是有过没有罪啊，不小心把佛像呢，或者是碰到地上啊摔坏了啊，这个不是有意的。这是过不是罪啊，如果是恶意的讨厌他啊，嗔恨他，故意把他毁坏，这个罪是等于触佛身学啊。买卖没有这个
不包括在这里面啊。那么这是这位同学问的是，他说他家是在海滩边上，那么养殖这些海产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学佛之后想卖掉，先生不同意，他说我背不背因果？这确实是有因果，确实是有因果。那么应当常常念佛修行呢，为这些苦难众生回向，这个是不得已的一种弥补的方法。这个同学问的是什么是心上起修？我想大家在这边听经呢，听过几次，这个问题应该知道。今天早晨我们读的十善业道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这就是从心上修，能够昼夜不间断，这是非常好的功夫非常难得稀有心地善良，言语跟身体自然就不会造业了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被鬼压了应该怎么办才好？确实这个鬼里面呢有压鬼，这是常常欺负人呢人在心地清净，心行善良，鬼不敢欺负你鬼见到你也尊敬你也拥护你。凡是被鬼压了，自己一定要觉悟，大概心地不善行为不善，为什么鬼都瞧不起你，鬼都来欺负你那念佛的同修，当然这个功夫不到家了也会被鬼压的可是念佛的人常常念佛，遇到这些事情心里面一想到佛号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念佛念菩萨名号这鬼立刻就离开了这位同学问得好，人生在世为什么这么苦在前几天十善业道经上说过世尊教诸娑伽罗龙王，叫他观察大海里面这些众生形状、肤色、大小都不相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由于身与意
种种不善造成的。啊，所以你要问人为什么这么苦？你要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就通达，就明白了。种善因必定得善果，啊，造恶业呢，决定招来的苦报。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定要远离贪嗔痴，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其贪嗔痴，这造极重的恶业，招来的苦报啊！世间也有一些有福报的人，福报从哪里来的呢？心善、行善，造作善业的果报。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业报啊，可以转过来的。明朝袁了凡先生，他一生的际遇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他能够把他的命运转过来，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明白因果的道理，明白因果的事实，不但他自己改变了整个的命运，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求功名得功名，真正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话是真的，不是骗人的。可是求有求的道理，如理如法的去求，一定会得到。怎么是如理如法呢？我们起心动念是为一切众生的幸福，不是单单为自己的。这个求就是如理如法的，合理的求。我要求财，我喜欢发财。发财为什么呢？不是我自己用，不是自己享受，帮助世间许许多多苦难的众生。那你这个发财是合理的，你会得到感应。如果我求发财是求自己享受的，这个感应就没有了。诸佛菩萨成人之善，成人之美，不会成人之恶。
佛菩萨怎么可能帮助你造恶业？没有这个道理。帮助你造恶业的那是魔，不是佛。我在早年刚刚出来讲经不多久的时候，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现在也不在了，也都过世了。他常听我讲经。有一天呢，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常常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说我非常怀疑。”我说：“你为什么怀疑？”他说：“我向地藏菩萨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都没来。”这台湾的德荣法师，我就问他，我说：“请问呢，你这个道场住多少众啊？啊，你这道场住多少人啊？”他说：“就他一个人。”我就跟他讲：“没有必要啊，我是地藏菩萨也不跟你，是不是？为什么你一个人嘛？一个人没有需要。”为大众，这个求是对的，为个人享受是错误的。这个简单呢，可以从这些四项上体会这些道理。我跟他讲，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确确实实有求必应。我求的不是电冰箱，我求的是经书啊。我要想读哪些经书，只要心里想到这个书啊，大概一两个月就会有人送来。很有效应。我记得最长的时间呢，半年。那是我心里想的时候，想找一部《中观论疏》托人替我找，半年找到，这是最长的一个时间。通常我想要的一些书籍啊，大概都不超过2个月。真的是有求必应。那我们出家为了深入经藏，为了弘法利生，所以经典重要的参考书，这是必须的，绝不是这个奢侈，也不是专为个人，所以感应道教不可思议。这位同学问的，他说：“请问，为何唱诵佛号越大声，头部就越痛？有时还想吐，有时会莫名流泪，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业障深重，愚痴无明的影响所致？”这个念佛大声念头就会痛，你到念佛堂去问问他们，大声念的他头痛不痛？你会头痛，别人不会头痛。确实你说的没错，这是业障。念佛不但不会头痛啊，越念精神越好，越念越欢喜，念到法喜充满。
所以人家念佛可以不眠不休啊。禅宗里面禅悦为食，念佛人呢持诵为食啊。那我们念佛这的效果相反，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讨我们一定不如法或者是理论上不透彻，心里面有怀疑对于这个念佛法门信愿行都有疑惑，很勉强的在念，念得很辛苦啊。如果道理都明白了，都通达了，念佛自然生欢喜心。那么第二，他问念佛可以转变定业吗？可以。念佛转变定义，要念到理业心不乱啊，事业心还不行啊，所以念佛这个功夫有浅深不同，但是决定转业功夫浅的可以转你粗重的业，功夫深的可以转微细的业到定业也能转。正是古时候白丈大师所说的，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就是能转定业可是诸位要晓得，不能够消除定业，可以转定业，把恶业转变成善业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一句佛号确实有这个效果。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头部就像抽丝剥茧似的感觉，越静下来念佛这种现象就越强烈，这还是属于业障。如果遇到这种情形，或者是类似这种情形，不要害怕，应当将精神意志更集中，更认真努力去念佛，拼命去念，把这个瓶颈突破就好了障难可以依靠佛菩萨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诚心诚意去念，就得到佛力加持这些业障纵然不能消灭了，决定可以减轻这位同学问的，他说信仰别的宗教能否修清净心及至诚心，有没有可能脱离六道？信仰其他的宗教也能得清净心，也能得真诚心，
但是不容易脱离六道。你要问为什么不容易脱离六道？佛经里面答案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把我忘掉啊，你还有我啊，就是说你还有自私自利啊。心虽然清净呢，不是纯净啊。心虽然真诚呢，没有达到那个真诚，也分很多等级。你没有达到一定的等级，所以你修得很好，可以得天道，可以升天。如果你是修清净心、修至诚心，你可以到色界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心地更清净，生四空天。能超越六道轮回，不可能，这是肯定的。如果能够超出六道轮回，释迦牟尼佛决定不会到这个世界来。为什么呢？这些事情你们都可以办了，我来干什么？你们可以办的，我到这儿来也替你们办这个事情，不叫多事吧？佛到这个世间，就是说你们想超越六道，但是没有办法，这他不能不来啊，来帮一把忙啊。所以许许多多宗教对于宇宙人生的说明，确实能说起，当然不能够尽所以然。那么诸位稍稍涉猎了其他宗教的经论，你就明了。第二，他问的，怎样才能有效服烦恼？你问这个问题，可见的你是有心想服烦恼。这个念头好啊，这个念头是正念啊，这个念头是实觉，你开始觉悟了。烦恼从哪里生的呢？你一定要晓得，烦恼都是从自私自利生的，都是从患得患失而生的。你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从今而后念念为别人，你的烦恼就少了，个人的得失没有了。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一心一意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另外你看，这个新加坡有一位101岁的老人，他不叫老人，他叫年轻人，101岁的年轻人，一生都是做社会福利事业，为老人服务，为病人服务，为穷苦人服务，今年101岁了，每一天还在做，他快乐无比啊。他没有为自己，
所以他没有烦恼。他生活的非常快乐。他说老天爷会帮助他。那么现在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要不往生西方决定升天，这是佛烦恼转变我们的观念，过去一切为自己，现在一切为众生。这一位是高雄的同修，本是凡夫众生，今得遇大善之时，在修行学佛的过程当中，可否用清净欢喜心来修持？在学佛成佛的过程当中，会更快更殊胜。清净欢喜心是佛心，非常难得，难得这个清净。清净是决定不受污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受名闻利养的污染，不受五欲六尘的污染，我们的心就清净，清净当然欢喜。这个修学方法正确了。可是清净跟平等是一不是二，你要不知道平等，你的心永远不会清净，心有高下。平等跟清净是分不开家的，平等法里面的清净，清净法里面具足平等，欢喜心就现前。这个是佛法里面常常讲的随缘不攀缘，随缘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攀缘心就不清净，心就不平等。在哪里修呢？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欢喜，决定没有挑剔，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那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你不会生欢喜心，好吃就欢喜，不好吃就不欢喜，是不是？你这个欢喜里头夹杂不欢喜，这不能成就啊！决定是平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丝毫没有染着，决定没有分别。这个修学方法，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位同学问了两个问题，生病念佛很精进，可是心定不下来，吃药也不好，心一急就想自杀，该怎么办？请师父慈悲开示。那我就劝你决定不可以自杀。自杀之后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自杀是罪业，不是解脱。
如果自杀可以解脱，释迦牟尼佛何必出世啊？搞这么大的麻烦，怎么自杀就完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不能解决啊！你看，我们常常听世间许多人说，自杀再轮回投胎要找替身呐、啊，你说多麻烦呢？你找不到替身，你想投胎轮回都没法子啊！而且自杀会非常痛苦啊！他在中阴，每隔一段时间，他那个自杀的现象要重复演一次啊！自杀死了之后，这神识常常不断的在那里自己表演自杀，你说这个东西多痛苦啊！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那这是业报，种种不善业造成。只要懂得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你要不知道怎么修，《了凡四训》非常好。啊，多念几遍。我常常劝初学的同学，啊，一开端呢就把《了凡四训》念300遍。一天念一遍呢，啊，足足念它一年，你的印象深刻了。你才真正能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你就会知道怎样改变你的命运。啊，印光大师一生提倡这本书，他的用意何在？我们要多想想啊。挽救现在的劫运，这是一部最好的指导。他的说理说事都不很深，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懂，都能够体会。所说的一些方法，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也都能做得到。它是吉，事处世间圣教的精华，里面举的例子尤其是多。啊，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啊，你说生病念佛很精进，可是心定不下来，这就不是精进。精进心一定是清净的。啊，这个吃药并不会好，说实在话，对药没信心，对医生没信心。那么对于佛当然更没有信心了。啊，这个信心呢是个关键的。佛家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很深，它确实是事实真相，事出事法都是从心想生的。第二个问题，他请问佛教啊，佛放光到底是什么色？是红色的，是金色的，啊，或者是等等色？
那往生到底看到什么样的放什么放光的色，跟佛去的，请师父开示。佛所放的光啊，是圆满的。你看，我们读《地藏经》，《地藏经》的一开端，佛放的是大光明云。至于你看到是什么颜色，个人根性不相同，个人机缘不相同。所以你每一个人见到的都不一样，见到佛的色相不一样，见到佛的光明不一样。为什么呢？心想不一样，还不是从心想生吗？这个80年代，好像是1982年，香港大屿山的圣业法师第一次回到祖国，到普陀山朝圣。他们同行的有3位法师，在普陀山朝音洞礼拜观世音菩萨，他们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示现，3个人都非常欢喜。离开之后，彼此大家问观音菩萨示现，你们看到没有？是看到了。那个也看到了。你看到是什么样子？圣依法师看到是金色的，戴毗卢帽，像地藏菩萨戴的那种帽子，戴毗卢帽，金色的，手上拿着锡杖。另外一位法师呢，看到的是观音菩萨了，跟我们一般这个画像里头啊，这个白衣观音一样，穿的是白衣服，现的是这个像。另外一位法师看的是比丘像，是个出家，出家和尚像，也是拿着一只这个锡杖。3个人一说的时候，3个人看到的像不一样，见到的光也不一样，所以不一定见到是什么色，是什么样的光。临命终时，你所见到的阿弥陀佛，你会很清楚很明白，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临命终的时候，见到其他佛菩萨来接引，不能够跟他去，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了，你才能够跟他去。到那个时候，阿弥陀佛什么样子，到时候自己就知道了。现在怎么能预先告诉你了？预先告诉你呀，你就不能往生了。为什么？你着了相了，你总天天想着那个相，那就麻烦了，所以到时候你会得到佛菩萨加持，你自自然然会认得很清楚很明白，不会有错误。今天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